ご覧の番組はシアオシー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。サーフシャーク。かい車に食い縫い。開く。最初鍵館。老师，你要干嘛？挖脚啊！估车啊！嗯。那布利克斯啊！哇！南方公园啊！这是一个好所在。对，这是一个好。干嘛啦？堵车啦。哦，那不是你。啊，这有一个牛头。嗯，牛头吧。这一看就是他超旧的车，你又要害我。我没有害你啊。欸，我好不容易把那台五门的挖工搞掉了，你现在又要弄我。我没有要弄你啊，你估一下。1993年，卡罗拉 Dash X1，知道干嘛？你告诉我。堵车啊。有钱赚啊，放心啦。1993那个就是那个，哎，你知道1600只有三数字牌而已嘛？三数，你有听过现在车有三数的吗？哎，加油啊，被凶死！你叫问他到旧万新啦，你送他脚，不要收老车。你估一下，每次收老车的网友，没这鬼耶。好黑哦，买那么便宜，你们车商都估很低，卖很贵。来来来来来来，去看一下。估很低，卖很贵，你来上班，你来买二手车，二手车好谈，你拢来买低收高嘛，谁不会，对不对？来啊，你试看看，你来啊，我看你能买多低，能卖多高啊。有些负能量蛮强的哦，我刚刚看到泰山正能量，看到泰山正能量都起不来。哪里啦？是我害的。那边那边那边，这颜色改过了啦。这正常啦，这颜色。哎，我怎么估？连门都没办法开，我要怎么估？你他妈大水鸡嘞！客人在哪里啊？客人在后面，在里面休息了。不能骂太大声。这怎样啦？在估什么啦？你看它原本这个颜色的，它原本就是那个万年不变的蓝绿色那种，嗯，那个年代才有。它有没有这个颜色？这边范围比较大，给你拍啊，有没有蓝绿色？原本是这种蓝绿色，啊，在外面一看就改过。你看，哎，这跟泰山的脚皮一样，有没有？脚皮？你说你脚皮是不是这样？我脚皮比这还严重，还严重吗？你都喜欢抠起来嘛，然后再把它抠起来，对不对？然后拿鼻子闻，闻一下，再舔。啊，你有没有在拍我？没得咯嘞。哎、欸，你叫 Manual 吗？ Manual 字手牌怎么讲？ Manual。没啥。没。Manual。手动调整后视镜，香菇头摇摇棒，好像是不会动的感觉。对，有啦，迟钝一点而已啊。你家去旧换新补助了，不要浪费时间了。你拍到没片拍也不能这样啊。是哦。随便拿一台这种那么老的车也硬要叫我估，好，这样不然这样好了啦，我车先看完，对，好不好？反正你要骗子嘛，没骗的嘛，对啊，那我就先车看完，好，然后请他走，这样也算一骗可以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吧？好，无聊哎，这也你够，这真正哦，这个套路就两种，一个就哎你去叫换新车，可是人家我没有换新车呢，好，10000，好就这样，要来啊不要。那边有一个红杆啊，你要片长是不是？对对对，我要片长。来来来来，你看一下啊，真是啊，这有什么好看啊？有改铝合金钢圈，哈，14寸啊，这个灯应该是改过的啦，改成两颗的，本来是一条的，这也都改过了。这个应该曾经也是这个有爱过他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怎么了？还在认顾的其实还不错，你看分电盘新的，拆封速不退换，有没有？嗯，然后你看这个也没有漏油，干巴巴的，有没有？那明秀更不用看了，因为手牌的变速箱明秀不太会漏，干干净净。265000的时候有换过正时皮带哦，102年也够久了，靠杯啊，8年前换过正时皮带干我屁事啊、哦、没有撞啊，没有撞啊。It's matter what, no matter what, no matter what we did. 他就算没撞过又怎样？又如何？哦，哎，我想到了，以前科P开过这个，也是我去收回来，然后他跟我买的。那时候我们在别人那边上班的时候，科P的前一台车是魏旭嘛？对，魏旭的前一台就是这个，我想到了。不过它是1800的，我记得是1800的。啊，我刚刚说进来要干嘛？看里程。对啊。
我试试看好不好？我试试看。你这样对得起观众吗？因为没有片塞了一台这个，还硬要估完。哦，对不起大家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欸、原厂手牌呢？哎呀，你知道好？为什么？哎呀，为什么我知道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你知道？为什么我知道？对啊，因为彩铃游戏才可以发、啊。有没有？哦，我刚本来要发，就他不发、啊。彩铃的原厂手牌，这样就是原厂手牌。对，325,000。哎、欸，这什么？按看看要不要？看到我会被砰我弹射出去，火箭筒。啊，那扫箱扫箱。对啊，那扫箱啊。啊，这没有喇叭、喔，也、欸、没嘞。哇、哦啊，这喇叭不好按呢，要这样。没有，我只想对你比中指而已。这样。反正是跟他没拔布哎，我混你哇！哎、欸，这背过呢，可是你看他背到这边还露出一截来，这应该是自己绑的，会不会？这好像是网路上有那种自己缝、自己背的，你知道吗？嗯，你知道有在卖，网路上有在卖那种吗？回来之后自己穿，然后拉紧，绑大结剪掉，就是这种的。你去给人家背，人家已经背到这个缝，好不好？嗯，我想以前的车都这样装了一大堆，有的没有开关。那、啊、这个开关要干嘛？哇，你知道，你问我，你问车主啊。我想这个车最大的通病就是这个，你看这个板子都会掉，你看这用自工螺丝工了还是掉，久了这个木板都会凹起，你知道吗？嗯，你看它这个都已经脱落了，所以它用自工，而且自工还没有工好，这边都空掉了。它只有手上表皮而已。没有啦，因为这个真的也年纪、啊、不是，它这个里面是木板，太久潮湿，湿了以后就变形。嗯，湿了又干，干了又湿，就跟你的内裤一样，到最后它就会皱皱的。对，皱皱就会揪起来。嗯，它就会松掉，所以它就用自工螺丝锁，一切都土炮。你看这里自工螺丝，哦，你看这个就是像我说的，里面的木头都烂掉，它里面你看有没有？里面木板都不见，都烂掉了，有没有？这就是木板。弄糊皮啊。对啊，弄糊皮啊。好，片长够了没？我不太想估。够了啊。我真的不知道我要估什么啊。啊，这里其他真这样，啊，冷气冷不冷？冷气冷不冷？有啦有啦，Toyota唯一的好处就是车撞坏了，冷气还很冷。车撞坏冷气啊？啊，没有啦，我开玩笑。我的意思只是说，他的Toyota冷气做得很好，好不好？不要再泡了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这有内手把呢，备料呢，真的断的是外面。他附里面干嘛啦？哎、欸，阿老吉，哎、欸，吉呢？不吉哦。哦。哎、欸，怎样？怎样？这干嘛啦？叶配 Surf Shark、欸。哦。对哦。哦，是这个意思啊。是这个意思的。哦，等等等等，我看，等等，我，哎呀，我处理一下。你这个要认真，来下来下来下来、哦、下，过来。好，这我先处理一下。哦，我看一下，哎，没救嘞，哎、欸，来，叶配就是这么突如其来的哈。对啊。哦，最近时机不好，哎、欸，要拉一点叶配来做好不好？啊，这是什么 ？Surfshark VPN， 这个简单来说，这个哎、欸，这是啥啦？就是合力翻墙软体啊。啊，跳 IP 的位置，翻墙软体。哦 ，OK， 我知道跳 VPN 要干嘛，就是像一些小粉红留言啊，无微博啊，吼、哦，那边留言不负责任的、欸，应该哎呀、欸啊、这。你确定这个业配是 OK 没问题啊？怎么会教人家跳 IP 当小粉呢？应该是牵涉到网络安全，对不对？对啊。Surfshark 是一个私人虚拟网络服务，是一个非常适合台湾使用的 VPN。VPN 为一种可以保护自己在网络上的虚拟私人网络，让骇客以有心人士无法轻易的得到你在网络上的资讯，例如信用卡卡号或是你的身份证号，这些都是可以被拿到的，会有点麻烦的资料。而且 VPN 可以保护你在网络上的安全，同时也可以让你做到跨区的动作。哇！哇，念得好快哦！耶、yeah ，有没有？有，是不是一次成功？对，可以了吧？可以。哎、欸，他这个还有像我刚刚在看那个，还有啊，哦，他可以跨区看呢。王菲，你知无啦？王菲，我知啊。王菲是？不是王菲哦，不是有时候，反正哈、哦，你如果看那个王菲。你就可以跨区看到国外台湾没有的节目，你可以用 Surfshark 跳去日本，还有其他的国家。好、哦、像你假日本仔、哦、你就可以跳去日本的网飞、看日本的的
日剧哦，日剧对哦，好像我讲常常讲，我不喜欢韩洋剧，我喜欢看日剧，对，所以我就可以跳，利用这个 Surf Shark 哦，跳去日本，然后看他们的当地的一些影片。好了，反正现在哦，你用我们频道折扣码 SSCAR， 或者是这个直接去他们的网络直接订购哦，你可以获得17折，是怎么小？17折。17折，比2折还少，比1折多一点的那个17折。你的例子赶快下起来，17折，你算是小朋友。17折啊，你到底是会要吗？你如果直接去输入我们用我们折扣码哦，直接输入网址去订购，你就可以获得免费，除了17折优惠以外，外加免费试用3个月，限时优惠中，好不好？错过就没有。一个月才59块台币，这个对于一些人是蛮有用的啦，很便宜啊。只是我在想说，这个大家可以去试看看。好，其实我觉得主要重点速度也要不要影响到重点，大家最喜欢的一个账号不限人数使用，你可以给爸爸妈妈、哥哥姐姐、老婆、小三、女朋友、男朋友，通通都可以用 ，CP 值非常的高。我跟你讲，跟那个网飞的账号有没有？有人去留言啊 ，FB 啊，说，请问谁有这个网飞账号这个看不用钱的秘招？网飞就在下面回了。我也想知道，可以告诉我吗？讲完了，讲完了，讲完了。哎，真的哎，讲完了，讲完了，好不好？谢谢干爹，谢谢干爹。好，那这个有了这个钱，我们等一下就拿这个钱去买这台车，好不好？那我就继续估了，好不好？哇，已估啊，已估啊，不，这个已估啦，车子还没有已估，车子还没。哎，这个已估了啦，我看到这个就已估了，我的那个已估就是那个已估。看到这个钱就已估，片长够了嘛？反正干爹也都讲完了啊。好，看完了啊，我直接去跟他讲啊，等我。好了，我跟你讲，这台车是一手车，新车到现在，屌了吧？这么厉害，车主也很舍不得啊。我本来要很杀的要进去跟他讲，啊，这就是5万1万，你自己选。讲到快哭出来，我都不好意思讲。1993年到现在几年？18年。十八，是不是？哪有18？现在2020的。哦，2020，28年。28。时间过那么快哦，比我小孩都还大了呢。你小孩不是哦，当初要不是发生那件遗憾的事情，我的小孩现在应该也差不多这么大了哦。因为当时我拔出来，他新车开到现在啊，所以其实我能相信这个感情胜过其他来卖车的人啊哈。然后他现在是这样啊，他要跟我们换车，他现在正在我们公司选购车子，然后他要换一台可以给他老婆开的车子。那是这样，如果估的话，我们没办法直接估了啦。就是说，那如果换车，我们就尽量帮他处理这样。不过我先跟他讲哦，我们这边你虽然跟我们换车，可是因为毕竟我们二手车嘛，我们没有那个旧换新的5万补助，对，所以我们就是尽量帮他处理这样。那可能给他相对优惠一点的价格，对不对？我们只能赚一台嘛，两台都硬要赚也不行啊。所以这个我接下来还是要再详细把车再看一下，然后我有跟他说，等一下车借我们出去绕一圈。我刚看引擎室，我觉得是还不错啦。那我觉得再看一下底盘。那我在想说，看到时候这个车换回来多少钱，我们就直接现况车这样把它卖掉就好，就等于帮他处理啊，然后再顺便赚一点钱，茶水钱嘛。虽然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帮忙处理还是要有一些那个嘛，补贴一下他接下来要买那台车的钱。我先看一下车了，我详细看一下。窗户帮你摇开，你可以从里面开。然后这个车很容易这边有水，哦，它也没有，就是如果后灯壳保存的不好，会从后灯壳流进来。还有这边，欸，都没有呢，都干的，都干的。好了，注意绕一圈，走。那这离合器点有点高，哎，放的点有点高。干，没有喇叭。你忘了哦，你要伸长你的中指，不然因为我没有在那边，你就不忘记。看一下，你没有在那边，我不会想比中指的。原来是这样哦。哎，这冷气，你说它有冷，其实没有，其实它不冷。冷媒应该有一点缺，它这个冷度不够。不过这种车是这样啊，如果好开就定期补就好，如果没漏太大的话。啊，我在那边开被开到江西，因为像我们那个阿呆那个哦，要20万这样哦。哎，我是买啊哦，撑不住了，撑不住。对。再來你就会看到门口有那个红布条，结束营业大拍卖。是哦，还要走。都走了啊，时速都没在动啊，有没有？哎呦，大意了哦！哇，谁敢来飙台？咚！我突然就塞你怎么你老师哎，但是啊，现在零了啦。对啊，现在又零了。现在零了啦，我吹哦。哎，
哎、欸，不动了嘞、欸！啊、哦，有了有了，110，110，你拍一下路上，他妈的，现在降110，哎呀，他这个外圈是 KMH， 哦哦哦，哎、欸，他自己有时候踢笑一下，就跟那时候我们拍那个面炉的时钟一样，会自己动，嗯，他有时候会像心电图一样丢一下丢一下，可惜是1600，如果是1800的哦，更帅。可是1600其实手牌是 OK 的，因为那时候我刚刚讲1600是三速，所以那个字牌很鸟，超级耗油又没力，然后引擎声又大声。啊，这个至少有五速，你看它如果是手牌至少有五速。哦哦，哎、欸、哇哦哇，敞篷的呢？你什么时候要买一台？我不要，看起来就很难做。哎、欸，底盘也没什么声音啊。嗯，我告诉你啦，转眼之间。转眼之间四档了，不知道时速是多少，对啊，我不知道啊。转弯，补油门，有没有听到轮在叫？有。哎，可以了，可以回去了，绕一圈就知道了。嗯。重点是看他要买什么车，他如果今天跟我们换这个比较大缝的，大缝你知道吗？小缝你这只大缝啊，大胖啊，欢迎光临买缝。他如果买跟我们买的车是比较大缝的，利润空间比较大的，嗯，哦，那我们这车就可以把它换高一点。我想这车是最好换的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我们打算收10000，对不对？对。假设他跟我们换的车，哦，我们有赚100000的利润好了，假设这台车我们就可以跟他收50000，然后他出去比没有人这台车会跟他收50000，虽然我们没有旧换新补。但是我们非常有诚意，再次跟你收50000，哇，他觉得哇，看啊，小师真的是佛心来着啊。那因为我们现在跟他收50000，所以多贴了40000，嗯，那本来赚100000那台车就剩赚60000，大概就是这个意思。这个车在我年轻的时候属于梦幻一品，跟当初的 Asia 手牌啦，沙龙手牌，沙龙手牌我觉得还不够梦幻哦。沙龙是 Corona 算国产的嘛，但它因为它这是美规的，我们年轻的时候只要听到美规就高潮啊，美规 K6 SI。酷贝，美规的这个 Legacy 还有 Wagon 的，美规的 Corolla、Camry 就跟我们的 Wagon 都一样，那都美规的。好、嗯哦，那时候我们那个年轻的时候，什么东西只要美规，我来讲，嗯，就是一个很屌的表现，梦幻一品。然后美规再加上手牌，哦，赞。那是差一个双门，你如果美规双门手牌，我改一讲，高潮再高潮，对，高潮不断啊，松美亭，松美亭，你知道？到现在其实真正更梦幻一品的应该是那个 Corona 有没有？其实那时候有出五门斜背的手牌，到现在都一直都还是梦幻一品。你他妈，我买回来你不要再给我偷开出去哦。哦，好好好。妈，等一下哪一天回来头又不见，屁股又不见。你受伤是没关系，车不能受伤。看这样会不会对你太那个？等下观众朋友说我都欺负你，不会，他们应该知道。Doesn't mean it， 你应该知道吧？嗯，知道就好。知道知道。好了，我去调价钱的啦、嗯，不管了，就这样啊，这车就这样了，本来连试都不想试，也不用瞧了，随便出出。サーフシャーク、開車に食い抜い、開く、再設鍵館。好了，搞定了。最后我们跟他收30000块钱。他买的车不过大缝，不够哦，不够，难赚。他换了一台芭比亚小台的，国产排台哦，所以马来西亚他反正就东墙补西墙，补一补。这个车我在想哦，因为以这个车况弄一弄，我们简单门把把它换一下，烤漆我想也不烤了，里面简单清洁一下。那我们可能就以现况哦，那我们要赚多少钱卖？这个可以赚到钱吗？看为什么不能赚钱？我跟你讲，我不赚钱是没有关系。我们其实是怕哦，比如说我假设我卖38000好，然后我跟你讲说那就现况交车，就是我就不整理了，就这样你回去自己弄。想说像是这个用盘商一样，就简单赚个几千块盘掉，问题来了，买的人会不会回来在那边撸小小？有、欸、小师啊，这四版 lucky 啊，你可不可以帮我找一个？啊，我们要花时间去帮他找。啊，小师啊，这样挪挪，第三帮他挪挪，会不会？不是，我们不愿意服务客人呐、啊。其实我坦白话讲，有时候服务是反映在价格上嘛。啊，我就真的没有赚钱了啊，所以我打算就是用没有服务盘商盘，你知道没啦？盘那也盘，你知道啦？哦，我们就是打算说，我们赚少少，就是赚个小小的转手费几千块钱。那后面就不是说我不能服务你嘛，你可能回来服务我，可能就后面都要跟你赚一些我们应该有的工本费、工时费、好、哦、维修费，总要吧？你回来修东西叫小陈修，也要给他钱吧？这样的服务是可以，但是我们就很怕啊，已经讲好了说啊，就是照这样给你，你也知道我赚多少钱，买多少钱，然后你又要回来，然后说啊，小四啊，冷气帮我关一下，冷媒又没关系，我跟你买的呢，啊，看我怎么办？啊，你不理他，出去。搞网红要钱啊！那恁去国家恁妹嘛要收钱啊！是不是很两难？
好啊，你给我赚个3万5万的，我来帮你服务 ，OK 啊，好，我们还会你先马上，哎，豆豆，对不对？我们还很客气，可是这卡的就真的不赚钱了，好不好？好啦，到时候我们就现况啊，我们试看看嘛，我们不要太不相信人性，好不好？我们就试一下，这次我们就用一个38000的价钱直接出清了，因为老车真的太多了。你说要再拍一个翻新的话，20万哦，我是。受不了、啊，那白布条现在正在做了，清仓哦，好好好，白布条光想要抗议哦，今天就把这台这个清仓卖掉，38000块看一看啦、啊，你们搞不好看到片的时候已经卖掉了、啊，不保护现况，好不好？我已经帮你试过了啦，这个不会让你花太多的钱，可是我只是觉得客人可能会很舍不得而已。好了，有爱的人买回去练洗手牌啊啊，喜欢影片记得订阅、留言、开启小铃铛，好、哦，然后这个 Surf Shark 下面有这个连结。折扣嘛，不要看海洋剧了，去看日剧，好不好？下次见，拜拜。处理好了，个人走了。我后来想想哦，这个车就，哎，拿了38000干嘛？捐出来做公益啊？我们就直接嘛，一口价38000，新冠卖掉就直接捐做公益。我觉得这样好像比较干脆一点。我要赚这几千块，我也不知道我要干嘛。说实在的，对吧？不如我们就全数就捐公益就好了。要不然搞得好像我们贪财一样，不是办法。对，我们是吗？我们有在缺这种小钱吗？对，缺大钱吗？就这样处理了，好不好？又来到熟悉的地方。对啊。好了，又到了。好，我先找一下流浪动物好了。好了好了，好，拜拜。38000块。38000块。38000全捐了。对，好，走了。做好事就是心情就好了。嗯。很快，当天就卖掉了。对。对啊，澳门很快。本来是隔天的、啊，昨天太忙了，不好意思，就今天把它捐出去。捐出去，善举可以一直做下去。一直做嘛，對對對，一直做，对对对，做到大家都没有流浪了，大家记得。好，用零两的，不要买卖。对对，买卖就是汽车就好了，正重要。对，虽然卖现况啊，也是干，有时候就这样，还是把它弄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不适合啊，很不适合卖现况。好了，就这样，好吧，能力范围啦。好，这个做做公益。那这个明天夕阳依旧那么美丽。嗯。好，明天还是好天气。对。播报，小时候听那个播报篮球，好进去一条边，我都想说干，那什么叫一条边？一条龙，啊，一条龙，一条边，一条边是金门的，金门啊，不是，金门是一条根，是不是？我看到他贼够硬。你有没有听过那个牛鞭的笑话？去西班牙都要欣赏什么斗牛？那个斗牛场旁边就有牛排馆，夫妻俩就去吃牛排啊！看完斗牛嘛，去吃牛排。他们点的牛排在那边吃吃吃，忽然看到隔壁桌上菜，哇，上面放了一个好大块的牛排哦，条状的哦，然后就放在隔壁桌。那个太太就叫服务生来啊，请问隔壁桌那个这么大那个条状的那个是什么？哪个部位的肉？这样，他说那个是今天斗叔的斗牛的这个牛鞭，斗牛的鸡鸡，你知道吗？我也想要吃那个，那个看起来好像很嫩哦，很鲜，很好吃。没有问题，可是我们这个要预定的，你可能要订明天的。好，今天的已经卖完了。先生太太说，好，那我们订，我们明天再来。好，隔天他们就来，上菜，擦擦擦擦擦，放下，好小哦，小根的。他说，怎么今天是小牛吗？还是什么？怎么昨天那个那么粗那么大？太太不好意思，今天斗牛士输了。